儿子，你看，这就是我们楚国的江山。爹，嗯，这楚国到底有多大呀？你能看多远？那儿啊，哈哈哈哈，楚国的江山比你所能看到的还要远，还要大。儿子，你记住，楚国的江山都是先祖们。 用鲜血换来的，我们屈家一门，世世代代为国尽忠。父亲希望你长大以后，能够成为一个对楚国有用之人。汉之广矣，不可有私。用力，用力！ 高一点！嘿，嘿，啊！把水给他，抬高点！让你偷看练武，让你偷看练武，让你偷看！ 让你偷看！别打了！让你偷看！别打了！让你偷看！你干什么？你把孩子给打坏了，你真是……水不能洒出来！你知道错了吗？不知道错什么？好，那你就站在这儿，等盆里的水冻成冰为止。这大冷天的让他这么站着，冻出病来怎么办呢？不严加管教，能成才吗？ 惩罚孩子的，这万一冻出个什么病，那可如何是好？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。没有错，我只想练剑，没有错。媛儿，媛儿，媛儿。不过，这小子。 倒是有咱们屈家几根硬骨头。我只是想歇后。爹。元儿，哎呀，好儿子！爹，沾笔奇玉，绿竹依依，有匪君子，有匪君子。把手伸出来，继续。